所以说，去年的话，我们解放制定了“幺五三三三”新能源战略。那么，这个战略的话呢，是分为三步走。啊，第一步呢是我们的传统车电动化。呃第二步呢是到二零二五年之前实现我们的核心总成数字化。那么，到二零三零年之前实现我们的整车平台专属化。